它如果到了这个红绿灯，它会自动识别，红灯停，绿灯行。如果是说有横穿斑马线的这个行人，它也会刹停，也会及时的避让。它的这一系列的智能化的表现呢，都是基于咱们前期的地图采集和后期的数据转换来完成的。 那我们平时开车使用的这个导航地图，它是属于车道级，它精确到米级就已经满足现在的这个驾驶员使用了。但是我们的这个高精地图要精确到厘米级的，它包含的元素是非常丰富的。那比如说路面上的花坛呐、标识线呀、栏杆啊、指示牌啊，它都会扫描进去，并且在高精地图上制作出来的。我们误差要小于5公分以内。